XO 确定将于韩国时间11月2日晚8时在仁川永宗岛 Paradise City 举办正规5G回归 Showcase XO Comeback Showcase Temple， 并面向全球进行直播，引发粉丝们的火爆反响。另外，据悉成员们不仅将在此次 Showcase 上带来新曲舞台，还将公开新专制作的幕后故事以及近况 Talk 等丰富多样的内容，与粉丝们近距离沟通。另外 ，XO 正规5G Don't Mess Up My Temple 将于11月2日正式发行，粉丝们听到这个消息，纷纷表示期待 XO，XO 冲呀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